司马库斯巨木群樱花步道的樱花隧道。那它这个风吹来就有樱吹雪，真是漂亮。这应该是富士樱。哦，听到空拍机的声音了。人也不多，今天游客不多，太好了。跟着圣君老师走遍秘境绝景，来，我们的团员年纪偏大。真是漂亮。山峦的颜色也很漂亮，比这个还长。还有2公里呀、啊。刚才大哥说前面更漂亮更长哦，我去年来也是这样子。那个不是，那个是空拍机。是空拍机，对不起，误会了。我只想，哇，我好害怕。那你应该会看到一群虎头蜂。真的吗？Thank you.